好，那各位留意一下哦，这个 village chief 是首领呢，那村庄首领翻成村长，可以帮自己把村长画起来。所以这个村长呢，他的这个邱秀弥村长，他就 persuade，他就说服他们哦，就是呢说服这个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当地的这个居民，这些 resident，他说服他们说呢，这个年轻人 bamboo 他的 project 他的计划呢，将会 improve 会改善改进我们的这个老旧社区的 community 整个社区的 appearance 整个外表哦。好，所以呢，这些居民就慢慢的 the resident give permission，所以终于这些村民就给予许可，给予许可叫做 give permission。Yet，然而呢，还是有 some residents still have reservation。大部分的人都给予允许了，然而还是有一些这个 some，还是有一些这个 some 后面其实可以省略，可以补上去，就是那些 resident，R-E，我会写一下 resident，哈，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帮自己复习哦。这就是居民，还是有一些居民呢，哈，the resident，some residents still have reservation，但是还是有一些些居民仍然的有一些保守态度。保守的叫做 reservation，reservations 还是很多的疑虑哦。好，那但是没有关系，有实力的人就是很快可以让别人哈说服大家。所以呢，when 这个 as 可以等于当，可以等于 when。When bamboo，所以当我们这个 bamboo 呢，这个杨维竹先生哦，他开始画作了。然后他画完了，finish the one painting。当他完成了第一幅创作之后，and started more，他就开始了更多后续的画作。And their concern，所以那些保守人士的担忧 concern 就是 worry，他们的担忧就 quickly 就快速的 turn to pride in their project and their village，所以呢，当他完成了第一幅画，而且继续画后面的画作的时候，他的实力就让这些人的 concern 担忧呢，快速的从担忧 turn to 就变成了 pride，变成了骄傲。这个 pride 是骄傲、荣耀的意思。好，他们感到很 pride，很有自信，在哪方面呢？In the project，在计划方面，还有呢，in the village，对他们自己的村庄也感到了 pride，感到了自信。好，这个 pride 呢，中文是自信的意思。那也 pride in 就翻成在哪方面有自信，在哪个方面为荣，以什么为荣？哈，用这个 in。好，所以呢，more than，那最后呢，透过这个杨维竹这个年轻人的发起，就有 more than 40 morals now decorate the buildings of Mimi Village。所以，都透过这个年轻人的号召，有超过40幅的 morals 大型壁画呢，就现在就 decorate 就装饰着。Decorate 就出现在装饰着我们这些迷你村的所有 building 大楼。Today the community fully supports the street art project。所以，因为迷你村它是台高雄首区呢，让很多年轻画家进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社区也是第一个最能够去体验到这些美丽的画，能够提升生活品质，所以这些社区的人也就 fully，他们就完全的支持哦，从呢反对的态度变成了 fully support，所以这整个社区就完全的支持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支持加了一个 s，因为社区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这个社区当做一个整体，所以动词加上 s 哦，所以这整个社区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完全支持了这个概念，叫 street。Art Project 街头艺术计划，他们就大大的支持。好，那 many people from the village，许多来自这个村庄、迷村的这些老人家、这些伯伯、阿姨、婆婆们哦，他们也开始投入自己哦，把呢 working to，他们也努力的 working to，work to 呢，中文翻成努力于。或翻成致力于，所以这些呢，社区里头这个秘密村里面的大部分的人也开始把自己呢捐献出来。From the village，这个村庄的人就开始 walking to，努力的呢想办法自己去 organize a volunteer guide program，他们自己也跳出来呢去组织，可 organize 去规划出了一个叫做志工导览计划。志工叫 volunteer，他们是没有受薪水的。Guide 的引导导览 program 计划，他们就去组成了一个志工导览计划。然后呢，to ensure 来确保 ensure that visitor feel safe and welcome，他们就主动跳出来，因为好多人。